天本来打算要很早起床，给他一个你知道惊喜，因为我每次在日本我都会睡得天荒地老。结果我今天还是睡得天荒地老，而且他七点多就跑去 gym 了啊！因为我有东西要给你，是我那天在 Pinko 上面买到的。好吧，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叮叮 ，looks like this。我们这次去 Tashima， 他还买了一个东西。我就看这个杯子看了好久。开箱，开箱。香蕉。It's so pretty。伊很紧张，觉得我会摔他。谢谢伊恩的开箱。现在等十点，楼下的松饼店开门之后，我们就会先进去吃。Fluffy pancake。结果我们一个太早出发，店还没有开，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逛 Family Mart。Family Mart。这个很酷，为什么？你不只需要吃这个，你还需要把它拿过去那里，把它吃一下。你说这里？哎，没错 ，That's right， 就是那个咖啡机。买好的饮料记得要拿过去，像冰炫风一样，尊重才可以喝哦。可以说有一次他买了那个，然后要直接走出去，然后呢，便利商店的管人、店员，就看着他，很紧张说，说还没完，不要这样走出去。逛便利商店的日常是最开心的。你刚刚说还可以买什么？小内裤。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A Happy Pancake， 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松饼，然后它的松饼是属于那种 fluffy 的，这样子。好饱，你说这个腿这么细又这么长，合理吗？啊？什么？那是我之前的相机。刚刚给他整理了一下。他刚才跟他告白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出发去 Number。我今天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买一本笔记本。就是你知道日本有很多那种 quality 很高的，然后很简约，然后有外皮的那种。对，然后我上次在 Number 的车站就有看到一家店有在卖啊。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好了，这件呢是 Nicole N， 就是我上次付完钱之后没有去拿的衣服。然后裤子呢是 Levi's， 然后鞋子是 Havana。然后我忘记说，包包的话就是 Bira Bira 的小包包。我们已经找了一段时间，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们想要去的那家店。但是今天天气至少很有风，大家可以看到我飘逸的发丝，有没有看到发尾的律动感？我俩真的都忘记它在哪里。太久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来大阪的时候，我没有逛到的。但这有点面熟。那有可能哦。有啊，走到了，终于这里，哎、欸，不对，不是这里，找到了。结果是台龙首创馆，搞什么？就是这个手账让我念念不忘。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悠闲的 shopping day， 超无聊的 vlog。哇，你们可以看到伊恩乱舞的部分，来乱舞一下。逛街逛累了，就下来吃苏西。这个从来没说过他想吃苏西。其实我可以吃鲑鱼，我可以吃熟的鳗鱼，我可以吃鲑鱼卵，很多可以吃的吧？看可以吃跟想要吃。我看到蛤蜊，我要吃九蒸蛤蜊，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个 fried chicken。哦哦，我看到我要吃的东西来了，来了来了。哦哦，好可怜的虾米，我们在一个 chain restaurant， 大起水产。嗯，这是我很惊讶的一天。喂，第一次生表说我们去吃 sushi， 这个不是 mayonnaise， 这是明太锅。这个我可以。这个是好看的还是好吃的？我觉得它是，你试试看就知道可不可以吃。是姜，好姜哦。哦，我操你！I'm just still kawaii.
你的手机有一点 soy sauce， 要不要把它擦一下？最后一个 ，Cheers。Nailed it， 拜拜！吃饱了，喝足了，我们现在准备要去 Loft。很建议大家如果来日本，可以来逛一下他们的杂货店，因为我觉得很可爱。这里，这里，这里，你看，里面有装 Onigiri 的，挑到喽。休息，对，反方向。二十秒，先吧。老板吗？I can't breathe, my lungs are full of smoke. Don't recognize this town no more. Strip back to the core. 我们今天第三度的出门了，因为我今天忘记带那个护照，所以我现在又要再出发去药妆店。再采买一下啦，你有退税的话好像可以差蛮多钱的，然后因为这次要帮妈妈买很多像维他命啊，可能会买的比较多，所以想说还是回家拿护照好了。要很多药啊，就是要大气一点的买东西。然后我刚看到一个东西，一眼一定很有共鸣，你看这个哦，这个这个超有效的，眼睛超级凉。好，谢谢。这个对，有差吗？有，这是 lavender。好了，好，你有要免税吗？有，我们到家啦。我在收拾东西，然后依然在记账。Anyway， 来给你看一下我们刚刚买的一些东西。这里面呢，主要就是帮我妈买这个维他命 D， 然后我买了一个睡眠的面罩，然后这是 lavender 口味跟酸痛药膏。然后其他就是什么 Wakamoto 啊，什么都是 for 妈咪的。另外呢，我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手杖，这个呢是给我们的王怡安小姐。嘿，然后刚才逛街的时候也买了一个宽版的，有点小纺纱感觉的宽裤，跟一个搭配的上衣。Yes， 我们现在来煮饭，然后今天的晚餐呢一样是咖喱饭，我们吃三天的咖喱饭。什么？耶！哇，好漂亮哦！谢谢。怎么长得那么厉害？是不是？再来，我们要撒点盐。来，我们要翻面咯。怎么知道现在要翻面？凭感觉。哦。哇啊哦哦哦哦！好，没事，这个不要拍，谢谢。这个就是今天的晚餐，我们吃咖喱饭、荷包蛋、cup noodle， 这个超好喝。然后我们准备要看 Wonder Woman。今天最后一个 schedule 就是看电影、chill、eat dinner。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很 chill、很随性的一天，希望你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s up， 然后呢订阅频道 ，can follow our Instagram。You can follow our Instagram right here.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Good night! I bought that cinnamon roll.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Side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I'll be out.